Hello， 大家好啊！翻到嚟 Pokemon 紫光咁啊，继续剧情。上次剧情讲到下水道嘅剧情已经解决咗啦，咁依家咧可以开放去到挑战道馆啦，咁我哋嚟开始试一试啦。咁身上嘅精灵就已经回晒血啦，可以试下打啦。咁呢个系咩道馆啊？毒属性 OK， 毒属性基本上我已经赢咗一半啦，因为咧我哋有一只可以克制属性嘅精灵啦，好超人力宠，好咁我睇下可唔可以成功轻松打赢啊？应该唔难嘅，哇！恶技，哇！即刻打死咗，唔知啦。诶，虫蟹 ，OK。咦，佢有个掣喎嗰度，哇！再来一次都好嘅，反正我冇其他技用啦。烂泥，低配版。激活开关，开关恢复了原位。喂，我系咁食药对面。得，抽油，抽油啊！呢只啦，冇得拣。寄生种子啊！好，呢、這个唔知咩掣嚟，系咪可以吸水嘅掣嚟噶？睇先呢度，好，将所有精灵打晒先啦。呢度光控合作用31咧，就快进化啦，好似啊，就快可以进化啦。不过其实就如上几集所讲咧，想换走想换走系储住佢嘅，因为咧。佢顯示唔到啦，大家睇右手面都知啦，咁啊兩個都顯示唔到嘅，橋仲未完全露出嚟喎 ，OK， 即系话呢度要揿掣啦，好似系咪有分次序噶？哦 ，OK， 好似系有分次序嘅，哇，咁癫啊！呢、這个系要逐格逐格揿，如果错咗第二个咧，佢就会重新 reset 个。吓、啊，呢度有几多个啊？呢度一个，即系三个啫，系嘛 ？OK， 三个掣啫，咁唔算话好难嘅。好 ，OK， 三个啫，应该出咗嚟啦。看起来不稳定，都要过噶，都要过噶，不稳定。哇！全翻翻去喎呢、這个，好嚟。哦，系一个新面孔啊！你好，猫朋友，我叫卢修斯啊，喺呢个道馆嘅馆主，你知唔知啊？我哋喺呢一度咧，经常会感到无聊，所以我哋尽量咧保持忙碌。睇你周围嗰啲植物，我做一啲复合咧嚟打发时间。你要唔要一啲？你确定真系要？好好好，如果你真系想咧挑战，我哋即刻开始。咩叫复合啊？唔知咩叫复合啊？好，卢修斯嘅战斗开始，霸王花，哇，同上次嘅属性差唔多，超人呢个咩啊？草系毒系，哇，又系乌泥炸弹，又系劲弹，死得啦！睇个款，感觉有啲不妙啊！呢只，好痛咬佢，真系好鬼烦啊！草系可以食到睡眠粉呢、這、一个。因为佢喺新世代咧，呢一个嘅机制咧已经冇咗啦，即系草系系唔会受到催眠粉嘅影响噶嘛，同埋咩寄生种子嗰啲不嬲都唔得嘅。但系唔知点解催眠粉咧以前咧又可以应用喺呢个植物嗰度，咁就有啲神奇啦。好，我照打啦，有机会我去催眠佢呢度。哇，俾人先手催眠咗，OK， 我哋催眠到佢啊。好。慢慢屈死佢呢度，再催眠。好，呢度死咗唔紧要啊，因为我哋已经做咗我哋要做嘅嘢啦，就系将佢催眠，并且磨咗佢少少血。哇！一个毒爆弹炸咗咁多系咩事啊？唔通我又要去练 level 了？行下其他地方睇下有啲咩可以捉下或者打下啦。行路草，长尾怪兽就冇咩特别。哦，有蘑菇喎、啊，系大胆
死咗啦，已經死咗。大膽係加防減攻，竟然係呢只蜜炭狗大衝鴨啊！文盲啦，妖精系啦，冇咩特別作用。火爆喉啊，火爆喉都 OK 嘅，唔記得咗超能力黑嘴。其實我諗翻轉頭咧，我咪應該喺第一、二集嘅時候咧捉咗只衣貝翻嚟，跟住變做呢一個嘅太陽衣貝。因為佢曾經講過就係話太陽石有機會出現喺向日葵嘛，佢呢個係咪真係暗示玩家去進化一隻衣貝呢？可能我真係要花啲時間翻翻去可能。馬夫係加特攻，一個係加速喎，加特攻減特防，呢個係加速減特防。包子其實都 OK 喎，不差啦叫做。因為頭先咧，佢發覺喂，進化了，升到咧進化喎。哎，轉機咪開始啦，係咪有招勁超能力？O.K. 系冇嘅，系冇劲超能力嘅。O.K. 不过唔紧要啊，既然进咗化咧，基本上就好打好多噶啦，应该71特防，超高特防嘅一只超能力宠啦，就系嚟进咗化，依家一定唔会慢过佢啦。首先呢个念力应该都打到多少少噶啦，我谂去到 N 字度啦，系啦。哇，转机开始啦，系咪？诶，佢应该会食药咯，不过我觉得系啦，又食药。诶，滚动推死咗利多王，利多王用滚动好似冇乜动，冇乜好处，不过可以照用住先嘅。哇，得啦，就系今次嘅对战咧，呢只食梦兽一定要留低噶啦，大家都避晒，死 ，OK。诶、哎，四倍超能力喎呢只，催眠就保险啲，不过有60%命中，照打啦，四倍应该死，拍落唔死嘅应该，四倍你仲唔死金铺？好死咗，利多王，佢会用毒液啊嘛系嘛，不过蘑菇呢都惊嘅，催眠佢先啦呢度，催眠。喂，冇中，有冇机会？唉，大家都冇中，唉，好白痴。诶、欸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有机会赢啊！喺度换重先，哇，超级狙击，黐咗线条友，呢度慢慢吸佢血。好，再换多一只，再换，跟住临尾一个咬佢。哇！黐线，仲有咩嘅？点解佢可以？仲有药，唉，爆击！点解会有爆击噶？好，我决定全部都催眠啊！除咗只毒豆蛙之外，毒豆蛙直接打。咦？我快过去啊！咁劲啊！依家我催眠，一定要中啊！催眠。有冇机会赢？好似冇乜机会赢，冇乜机会赢。升多一咧先啦、啊！我睇好似争少少嘅啫，其实真系、啊。因为速度上嚟讲咧，啱啱其实已经快过毒豆蛙嘅，快过毒豆蛙咧，基本上一下秒咗佢咧，我就少啲压力咯。而最后嘅压，依家最后嘅威胁咧，就系、是、最尾只利多王。除了他之外就没什么特别大威胁了，现在我是低配版。咦，其实超音符 OK 的，最终捉一只超音符，一阵捉吧，看撞不撞到。超音符其实 很完美，如果进化到大后腹的话呢，这些这样的毒系完全不是他对手应该。而且飛行系又黑到好多草系，简直系完美嘅。不过佢就争在咧系前期好难挨咯。佢进化到大口腹叉子腹嘅时候，先至见到佢有威力存在。OK， 可以重开，俾佢催眠咗，我就可以重开啦。
三下都要。顶，中个毒仲要，最唔应该中嘅走去中咗。好，再见，毒豆啊，再见。啊，今次又佢快啲嘅，点解？点解啊？我今次升个叻嘅。抽速啊，唔通52，咁即系我要升到28呢啊？真系辛苦啊！哎，顶啊，嘥咗一万，不过好在爆击，真系点解依家佢快啲噶？我俾佢咁样打咗一下，哦，27呢都唔够咩？28呢今次应该好打好多啦，系嘛？佢呢个困难模式呢，虽然系困难模式，但系佢冇一啲 level 嘅限制呢，其实都还好。因为以往有啲游戏呢，佢系会限制埋你嘅等级嘅，难打好多成件事的吉。不过呢只冇啦，吓几好。即系就算真系打唔赢呢，我都可以用 level 压制啦，而唔系好烦恼啦，系啦。系吓，几强依家，哎，中咗毒，一弯绳，好鬼痛啊！对面打人，我发现，点解痛成咁咩？我嘅搭防都唔系低啊，其实，因为佢打我好似咁轻松咁，一下毒我已经扣咁多。又系一弯绳，哇！又系一弯绳嘅，点解？我话依家我快啲啊，催眠佢。超级搏击应该必定死紧嘅，超级搏击，主要系扣咗血嘅情况。我唔可以扣血喎，其实，只要我一扣咗血咧，我就基本上可以唔使打啦。诶，掂掂。催眠，哎，冇中，中啊！催眠，哎，好波啊！终于有机会啦，系咪？哎，赢啦！儒家之势加攻，唔要啦，加攻。好，攞住呢个毒液徽章。呢个徽章要求咧，所有30级以下都会服从嘅。你终于可以撇树啦！呢个招式机你收咗佢啦。乌泥炸弹，一个强大嘅毒属性招式啊！唉，终于赢到啦呢个。今次呢一个道馆咧，冇上一次咁难打，冇咁棘手咯。因为始终我有超能力完美克制住啦。不过其实都你见到我开始有啲吃力嘅已经。哦，依个可以过啦。五号道路呢度，我哋可以睇下呢度有啲咩捉啦，有边度多啲草丛啊？嗰边我呢个潮湿嘅沼泽做啲咩？我甚至唔可以咧搭呢个帐篷。河童。哇！雨盘喎，仲要佢仲要回血雨盘，又系烂泥手，系咪应该要捉一只水虫喺度啦？滚动，哈！尖麻龙，呢个 game 我发现咧，劲少草俾你行咯，乌波啊！不过乌波佢。烏波係好 OK 嘅，但係佢嗰個傷害唔 OK 嘅，唯一唔好嘅地方。哇！呢只勁嘢喎，呢只其實勁嘢嚟。但係有冇啲勁少少嘅水蟲啊？毒瘤啊，死啊你去！忍耐。勁啲嘅水蟲有啲咩？諗下先。其实我身上已经有只劲嘅水虫啦，就系蚊香蝌蚪。呢个咩噶？培育工作喎。佢话咩？孵化咗我哋培养屋老板嘅妻子，有一日丈夫照顾精灵嘅时候咧，发现咗一只蛋，认为咧只有交俾训练家先可以更快将佢孵化。OK， 话咩事啊？我应该系太多精灵喺身啊嘛。应该很快就会孵化喎，咁不如我哋睇埋呢一只蛋系咩嚟，然之后今集就差不多啦。啊，佢应该好快就出嚟嘅呢只，见佢呢一个描述。
因为正常嚟讲咧，佢如果系一开头咧，应该系会问号嘅，但系咧佢冇问号啦，系一个句号啦，最尾系，所以应该唔知道第三个阶段到噶啦。孵蛋好似唔知第好似五个阶段左右啦，只要见到感叹号就差唔多啦，系啊，可能系小翅蛋其实，又系万年孵化嘅精灵啊，小翅蛋。永远都是这一隻，差不多了。究竟是什么呢？来开你见我，是一隻有用的精灵还是一隻没用的精灵？吉祥物精灵，哎，皮皮喎，看看皮皮什么料子了。害羞皮皮没加减 ABA 减 C 加 E 加 C 减，没什么特别作用。啊、皮皮基本上就真的少啲机会用到啦，皮皮佢系完全唔适合推关，老实讲，我觉得咧闯关咧可能咧有一啲嘅精灵推介表咯，佢可能系属于 C 咁上下啦，有 C 咁上下，佢又唔系唔劲，但系咧推关嚟讲咧佢系会好吃力。OK， 咁啊今集嘅紫光嚟呢度先，我哋下集继续剧情，再见，拜拜。